素是5，健康风险都不属于中。根据雇员补偿条例，雇员一旦发生工伤意外，雇主无论是不是要承担补偿责任，都要在14天内向劳工处呈报补偿。死亡个案更要在7天内呈报，违例的雇主可被检控。如果雇员怀疑雇主冇呈报他的工伤意外，可致电2717-1771求助。雇主守法报工伤，雇佣双方有保障。我行过真系睇唔到，